刚开始认识的呢？其实就是从一颗巧克力开始，因为这一颗巧克力呢，他找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另一半。那人家说呢，你绝对不能拒绝巧克力，就跟你不能拒绝爱情一样。两个人认识了，携手一起经历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那也在今天呢，即将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之下呢，来完成人生中下一个阶段。还记得人生中每一步都有爸爸相伴彼此，那今天在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个阶段呢，爸爸也是相伴在旁边。今天我们结婚了，感谢明治巧克力让我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往后余生我的肩膀让你靠，我们好好在一起，老婆我爱你。我很幸运能与你相遇并共同经营这段婚姻，希望我们互敬互爱，相互理解，钟爱一生。那我们的婚戒呢，会戴在我们的无名指上，无名指的血管呢，也是连接到心脏最接近的地方，也代表了心系的两个人呢，一辈子永远不分离。